大家好，又是我黑火，今天我们来玩搬家的一天了。前往客户接通电话，为啥那很多个蓝色的本书在动来动去都有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离别是人生永恒的课题。我的父母前夕日子因病伤离世，曾经那么欣享快乐的家庭，如今只留下了我和哥，还有我一间曾经一起住过的老房子，都是好伤心，又或者好惊嗰啲嘢。由之后，我同哥哥比密次密避而这个老房子，就似呢个房子唔曾经我哋生命中存过。有一天，哥哥向我提起呢老房子的事情，他主动提出想要搬家的想法。我表示同意后，稍后准备后，便开始动身前往嗰间记忆中个房子安顿咗落嚟。某日清晨，电话铃响，我嚟。来了，我现在起身。前往客厅。哇，点解喊咁啊？哇！哇，我几好啊，仲有呢度咁嘅嘢。Oh my god！ 哇 ，Roblox。OK， 我收到。咁啦，迟啲再咁啦。OK， 烟瓜团。我执好啲嘢先，执好嗰啲白雀。用呢个唔知咩电影。OK。OK， 这个呢？你的名字啊，我看过你的名字，盗梦空间，千祈唔好放手啊！一定要 OK， 试下电视得唔得用？哇，个台好似喐得到都有。坐低睇下个蝙蝠侠 Batman。咦，加油啊！爸爸真系好睇个电影，哇！哇，几好睇啊！哇，睇嚟好深奥，但我一定可以噶，哈哈！我信你一定可以。父亲生前一个好爱睇电影的人，系唔读咁多，哇，
蝠俠真係好抵啊！蝙蝠俠。OK。佢諗咗啲嘢先，我好似諗咗啲嘢喎。好，開始收拾。電話響。哥，嚇，又嚟。收拾先，收拾先，我哋再偷偷收拾先。哈哈哈哈，哦，哦，系啊，冇嘢，可能系我错觉。你继续收拾，我好快。收拾，嚟收拾厨房啲嘢。可能要搬屋都有咯。有啲食材。喂。阿嫲，阿嫲。个阿嫲，个妈妈喺度啊！个妈妈系。女仔培根頭女仔，啊，原來個火係藍色嘅都有。啊，點解媽媽都唔將個頭伸過嚟嘅都有嘅，傻孩子。哇！喂，啲嘢轉動，記得著秋褲。喺外工作又冇好好食飯，平時都係食啲咁嘅垃圾嘢。點解媽媽成日都係咁講啲嘢？哇！因為之前的，哎呀，娶老婆，哇，搞咩事？佢話要娶老婆，諗咗啲嘢喎，好啊。我又話有啲個菜田，喺邊呢？佢喎，原來喺度啊 ，OK， 你撳住佢土豆，Oh my god！ 我原來係需要嗰啲鏟子啊 ，OK， 我去鏟啊，點解我行得咁慢都有？行啦，我哋行啦，行啦，做一斤咖喱。
OK。仲有一個嘅就係牛奶，牛奶啦。打開廚房煮咖喱，用火避免出意外。開始做咖喱。喂，哇！點解一啲嘢都冇？这个咖喱有点辣辣，我眼都流了出来。哇，好了，开始打包厨房的秘密了。又打电话了。做什么啊？我想起妈妈阿妈做过这些咖喱，到时你会学，哈哈，没问题，你长大了，以前的事你总得去，一直以来我很担心你还是没有接受爸爸妈妈的离世。多謝哥哥，我開始感應誠實的人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即刻出門口，俾我開門。第一步，走出家門。完。原來是這樣的。OK， 今天我們的遊戲就玩到這裡了，拜拜。